就是有的拳种是这么说。好，这是一，他打了你格斗一下挡开，格斗一下你先挡他。对，按意义上来讲，这是二的动作，一、二，对，什么都是一，这个一包含了攻与防，防与攻，都是一，都在一个动作上，就在就在瞬间全瞬间的全部完成，都完成，都全部完成。那这怎么来体会？比如说我这样打，假如说啊，打到你，你进攻我来，对，比如我要打，哎，这样，我好，这样，我就想打一个动作，那我就直接打，我这个，我就知道，就是说你，就是说你打来的力量啊，同时瞬间给你破坏啊，为一块，不是这样，我跟下边打击是合一的，我一个，我把你打成他的力量，打的力量就一，就如泼辣似的，确实一样爆炸啊，就是一拳那种松紧高度的转换。像姚东今天所讲的波浪，哇，波浪明白。刚才我这两段录像，我刚看到时还以为是散打比赛，但是又觉得不太一样。这就是一拳，据说因为一拳没有套路，也不讲招法，打起来非常凶猛。在武术以推行健身为主的年代里，有些人居然把它说成了流氓拳。其实一拳可不像那些人说的如此粗野肤浅，他擅长击击不假，但也是从传统武术脱胎而来的，只是他的发展道路同一般的传统武术有所不同。一拳在中国武术中属于非常年轻的拳种，产生至今还不到100年，但是发展迅猛，影响也十分广泛，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的一支年轻的实力派拳种。